物流转，调教生命的罗盘，尽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妙香佛国彩云南线。佛国寺深藏在丽江城北的芝山腹地，旧名解脱林。在海涛法师云南参访行程中，佛国寺特别请海涛法师前往，法师慈悲开示了生命的真实意义。而修行是在一切因缘中不忘众生苦，将功德回向一切有情。
慈悲心才是我的家。所以我们今天在大悲观音菩萨这个解脱营里面，希望各位能够找到你的自己本来的面目，慈悲心。就像达摩巴经常说，修行就是四个字，母子相遇。你看到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，就像回到妈妈的怀抱一样的亲切。如何母子相遇呢？那你就叫有一个大悲心，看到自己的妈妈。所以包括一个临命中的人，只要他愿意念到或是听到刚好的前，他自信的大悲心就会升起来，他就可以回到极乐世界那种快乐成佛的家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要我们说，你掌握一个教法，你就掌握释迦牟尼佛所有的教法，那就是大悲心。但是为了要圆满大悲心，我们要学忍辱，不要生气。所以很多人说大宝法王是不动佛的化身，不动佛就跪在十方诸佛面前发愿，我从今天开始绝对不对任何一个众生起嗔恨心，不生气，愿我将来成佛能够名为不动，帮助所有怀孕的女人，帮助所有小朋友，帮助所有在地狱恶鬼道所有受苦的众生。所以我想为了要帮助众生，我们要修忍辱，进一步我们要培养慈悲。我想培养慈悲心很重要，就像一个女人谈恋爱，她每天会去找她男朋友买东西给她，对她很好，但是这个是苦。那我们讲的慈悲心是你要对整个山河大地都有大悲心。像我今天来这边，我会觉得各位住在这边的这边我们这些小喇嘛太幸福了，这个地方像极乐世界一样。但是呢，中国有一句话，勿忘世上众生苦。所以虽然我们在庙里面修行很快乐，但是我们不能忘世间人很痛苦。丽江人现在忙着赚钱很痛苦，忙着到河边吃鱼很痛苦，现在很多人忙着买跑车很痛苦，现在女人忙着要去染头发好痛苦，现在男人忙着要买跑车好痛苦。因为世间的这些爸爸妈妈，哎呀，很痛苦，所以甘玛巴写了一首诗，很好，各位念下来：善思如母重，善思如母重，难忍无量苦，难忍无量苦，意念苍生起灵，意念苍生起灵，世事永不离，世事永不离。我们要经常想着世间人众生，很多牛被杀，很多猪被杀，这些都是我们的妈妈。我们的妈妈生我们养我们，妈妈的肚子变成我们大小便的地方，睡觉的地方，妈妈叫我们，哎呀，叫妈妈念爸，像各位现在会讲话都是爸爸妈妈叫。所以要一直想着所有众生都是做过我们的妈妈，对我们这么好，结果他们还没有解脱，他们还在轮回，一直在追求快乐却很痛苦。所以善思如母重，难忍，想到心里就会哭啊，无量的苦在妈妈身上。像我会出家是因为我的妈妈生病得癌症我才会出家，因为我自己就不像各位这么福报，很小可以学佛，我
33岁才学佛啊，那时候我妈妈刚好得癌症啊，所以我每天就会跪在妈妈旁边为她诵经啊，希望她不要痛苦。后来就想有什么方法对妈妈最好吗？就看到经典说发菩提心出家，就是孝顺妈妈最好的方法。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决心要出家，不过不像各位这么福报，我那时候有结婚，我的小孩跟各位一样大，我爱他爱的要死，他大概我爱他比他超过他爱我，我没有看到他我就很痛苦，跟我妈妈一样，但是为了要让妈妈能够脱离生病的痛苦，所以我就发愿要出家。当然出家就要放下世间的感情，只能用慈悲心，所以你要一直想着所有的众生都像我们爸爸妈妈在受苦，所以没有办法，所以我一定要努力修行啊。所以意念常生情，各位每天在打坐念仪轨，念嗡嘛呢叭咪吽，一切都不能够离开对众生的痛苦的感受。干嘛把它讲得很重要，大悲心不是讲的嘴巴，是一种感动，一种感受。就像你的妈妈生病，你的女儿生病，你会哭啊，你很痛苦啊，这个才叫悲心。意念常生情，不是光对你的妈妈，所有的人。今天有信徒来了，有一只鸟飞过来了，有一只牛走过来了，甚至刚刚在做烟供，我在远远就看到，我就一直念，希望这些供养也能够布施给山神、鬼神、大家的祖先、堕胎的胎儿，所以要为他们世事永不离。各位要学我们众巴佛陀，学我们历代祖师噶玛巴，趁愿再来，一直来。只要有一个妈妈还在受苦，我们就一直来，一直来，直到我们的这个爸爸妈妈解脱了。所以我想，我们进到解脱林来，解脱林里面放的是观音菩萨，要帮助众生解脱，我们要保持大悲心。但是为了要圆满这个大悲心，我们要思维空性啊，因为这个世间离开别人、离开世界、离开我们的国家，特别我们这个地方名字取得非常好，福国寺。如果我们在这边很慈悲修行，我们的国家社会就越来越有福报。昨天我到金塔寺，上司也跟我说金塔寺做起来了，我们丽江啊 发财啊，风啊、水啊、气候啊都很好，所以我们修行人不分在家出家，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为了别人，是为了众生。不管你今天你修什么仪轨，读什么高的经典，我们做闭关，像各位小喇嘛来寺庙学佛读书，我想的我们都是为了妈妈，为了众生，所以我们才要来修学佛。但是我们能力不够，但是我们要不断祈愿观音菩萨，祈愿上师加持我们山下的妈妈啊，加持世界各地，加持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。所以我们念嗡嘛呢叭咪吽，就要帮助六道的所有的生命都能够离苦得乐。为了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成佛啊，就像我们众巴佛陀一样，一定要成为一个佛陀一样，不断的来帮助众生。那为了要成佛，那我们一定要消除我执。我们噶玛噶举最重要的大手印啊，就是要有空性啊。我想空性有时候你不太容易去了解，不过阿底峡尊者说，要成就自己最快的方法，就是以广大心去利益众生，那你就很快的证得空性。所以佛教讲空性是一种关系啊，什么叫关系？我跟树有关系，